要呢？首先，这里我们所说的放电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，简单又非常容易，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做过吧，帅男靓妹们一定没有错过。那么今天就跟随小编来看看男明星们的放电照吧。朱正廷，放电照，蓝色的衣服超抢镜，眼睛睁一只闭一只，十分可爱又迷人。在偶像练习生中可以看出，朱正廷真的是一个对谁都特别好的男孩，他对谁都可以笑得很傻很天真。黄明昊，四连拍的放电照。黄明昊一个大少爷去南韩受苦，被狠狠压榨，在台上他也不争不抢，看看这四连拍放电照，表情就两个，是不是超可爱呀？黄明昊在偶像练习生中十分聪明懂事，深受大家喜欢。蔡徐坤，放电照，搭配爱你的手势，小脸蛋也邪笑着，在偶像练习生中悟性大，对很多事情比一般人要敏感，会更早察觉，也会更放在心上。小编总觉得他比一般人要看得透，他也很快成熟长大，会更好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，他说话也会开始斟酌。鹿晗，放电照，搭配粉色的小星星，星星也在放电哦，这样的画面感非常温暖又亲切，不会显得单调。鹿晗在跑男中深受大家喜欢，也是吸粉无数。吴亦凡，放电照，表情真是可爱又搞笑，小嘴也跟着使劲，真是太卖力了。吴亦凡本身就自带那种痞痞的气质，搭配格纹花西装，真是雅痞范十足。王源，放电照，超级可爱又超级萝莉，头上的花环搭配白色的 T 恤，尽显干净，像个小天使。王源的五官非常精致好看，这样的放电表情真是迷人又不失卡哇伊。男明星的放电照，黄明昊四连拍，吴亦凡太卖力，王源的好卡哇伊，喜欢他们就点个赞吧。